今天来谈谈我种植了将近三个月的另类度夏草莓水根，看它有着满满的走茎。由于种在室内需要用植物灯，只需要害怕红蜘蛛，喷了我自制的除虫水一次两次，只做防护用，没有红蜘蛛的困扰。室内加室外的走茎，尤其是一堆红颜，根本不用再买苗啦。通风要做好，架好两台小电风扇，外面其实还有一台16寸的。种草莓水根成功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最好要保留它原本的介质。我是拉些根出来泡在水根液里头，再加上些自制的介质，因为是成长期，液态肥方面这次我是使用花宝4号，加上水根是用微量元素钙和镁，肥不要选择含氯的，总 EC 值600左右。由于高雄有着可怕的自来水，因此我全程使用 RO 水。最最最重要的是，我每次重新添加水根肥，一定会再次加入我常使用的有益菌，每次都要测量 EC 值。我在整个水根草莓四周都有加上银色板子，作为聚光及反光用。另外是植株管子孔洞，我有做改良，否则原始孔洞太小了。水根肥水用养鱼的小马达运转循环就可以了。谢谢收看。